大骨头自助。我是家住，那天我是说第一天，告诉你，不允许。这是怎么着啊？搞什么呢？怎么着啊？不准的，能吃呗？怎么着啊？那就别那什么了。你媳妇来了，昨天他妈一个媳妇尖的，是不是？还得尖，啥都不知道，那你二五，我有六四，我六七，我二五。我这个蹦的。那你放心，那不行。哎，我没有，收个钱，那个妈妈的。我不一样，不是，我一千五百，三千，不是，一千二，三千，一万一，八个这边，我先把这个事情，大爷，你就翻一翻一页俩，你就是，这玩意儿你就不要，不给你做的直接。咋回事？我一天你干这玩意儿，咋回事？不允许你做。